又是年除夕夜，你在谷中，一切都好吗？有时候无言胜过千言，杀长乌爵算我一份。得知了有一个东西能破长乌爵铁马冰河心法。什么东西？龙血赤寒珠。去！有本事就自己来拿。万年龙血赤寒珠，霍七公子拼死还是拿到了。救我！所以我在雪狐主的眼里，是不是也算得入眼了？勉强能看。告诉谷中的人，千万不要看他的眼睛，千万不能告诉霍展白他在谷中。好。怎么回事？一眼望去，怎么会有种熟悉的感觉？你到底是谁？不记得了吗？可我却认得出你的眼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你一直被关在黑暗里。他将未来安排得如此妥当，可等他知道药方的真相，还会如此吗？纵使他不怪我，但我如何能无愧处置啊？